我这两天表现好不好？哈，好不好？聊天还行。喂、哎，你带我录社去。我不敢去啊。你就不能咽气一回吗？这年下做不了出呀。啊？我跟你躲着没有事。你就吃两个串吧，香迷糊你。香一会儿啊，那么香吗？那么香，可香了。你信我的吧，吃上你啥都忘了。你看啊，你带我去撸串。嗯？你不也香着了吗？这个。啊。那害怕熟着哦。这就完了呗，回来我还跟你懂的，这就完了。